对啊，没有 PVP， 没有 PVP， 哎，有的，有的，有啊，你好，你好白，真白眼，没有 PVP 耶，你不是说没有 PVP 吗？有的嘛，我不是才打过你哟！我要过来。子明一瞬间就拿了最好的武器了。我我看这个，这个有点像那个人家那种海盗去照相机镜头的那个，不是不是海盗、啊、海盗钩子，我知道是海盗钩子，就是那种那种皮囊捏啊捏的会吹气的那种东西。什么鬼？皮囊捏啊捏会吹气？吹嘴啊！我知道，我知道，吹嘴那个吹照相机镜头的、这前面这个东西也太弯了吧！再怎么解释都还是一个钩子而已。对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回来我们的《海贼王》魔族包生存哦。那在我旁边有风卡卡，那今天有两位重量级嘉宾来了，然后他们现在人在哪里呢？需要我来捉迷藏来找一下吗？没有，第一个看到的是在这里大橙子，第二个看到在这里是子明大大。捉迷藏找一下，这么快？子明大大说句话吧，麦克风。嘿、hey, ，大家好，我是子明啊。这个开场白是帕西式的，今天和大橙子一起向祥林大大，包括是糖果大大一起来学习啊，学习一下海贼王大大还有卡卡风，还有好久不见的卡卡风啊，他终于是又来了，这样子对不对？终于是来我们这个系列哦。然后他们两个的话，终于是加入我们的海贼集团了。不过目前我们要换阵营了。哎、现在橙子的阵营是什么？Fishman 阵营啊，不是这个吗？阵营不是种族啦，不是种族啦。让我再看一眼，是那个赏金猎人。哦，赏金猎人，那、啊、子明还没选吗？我选了，我基本上是 sniper。你是那是职业啊，哦、我阵营啊，是海海盗，海盗是海军海贼。那我们肯定是一样的，肯定是海贼王啊，对吧？不能做敌对阵营啊。不过我们现在可能要改了，因为我们那个海贼的那个什么、任务全部做完了，我们现在可能要改，就全部改成一样的，就是海军或者赏金猎人了。我们对啊，对，子明一来的话就是赏金猎人或者海军的，所以子明要当什么？子明，你可以选海贼，没关系的，我们绝对不打你。那我选海军吧，海军这个 logo 看上去还漂亮一点，蓝色的是吧？那个全是黑色的，有差吗？皮肤又不会变，你。那个差哦，蓝色，你说那个字啊，海军是吗、啊？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要准备要去接任务了，或者说你们先我们还要得去开一下那个我们在那个海上搜刮到的箱子，要开了看看会获得什么样的果实能力哦，然后可以给他们吃这样子。为什么卡卡会飞呀、啊？啊，他是有一个果实能力者，他是莎莎，打不到他嘞，莎莎果实能力者根本就打不到他。对，因为他是莎莎果实能力者，所以根本就打不到他的。吗？把他打进水里。那我就跟子明大大一样，先选海军吧。好了，祥林。所以我跟糖果是一样的。对啊。耶、yeah, ！我跟橙子一组。再来，我们就要准备开恶魔果实的箱子喽。但是我们有钥匙吗？并没有。不是有金锭吗？金锭有三十个。打小黑啦。对啊，我去打小黑了。为什么你会打小黑？我做十把钥匙出来哦。那大家的话，我分配稍微分配一下那个箱子给大家，然后大家看看自己能够开到什么样的果实吧。路人平常说到了，对啊，对，先到沙漠来吧，先到沙漠来吧。嗯，先把怪打，先把怪打，有僵尸，先把怪打。好好好，好好好。哎呀，我没有带吃的。没事，我有我有。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会没带呢？好，先给子明大大一个等级二的箱子吧。等下箱子有分等级的、哦。等级二箱在哪儿？在我的身上，在这里，就拖出来了。是这样一个箱子，橙子你可以还要给你一把钥匙。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什么鬼？给你一把钥匙。然后你只要那个箱子点右键就可以打开箱子，看看有没有东西。好，倒数三二一，嗨，咔嚓，嘿。有一个这个这个什么菠萝蜜，咔嚓，菠萝蜜 ，super super， 菠萝蜜 ，super super， 我得去查一下 super super 是什么果实能力啊？然而并不知道是什么能力，好可怕。因为他那个全是日文的那一种哦，就有点比较麻烦一点。super super， 我来看一下，菠萝蜜 ，super， 好，指明大大开到的是斩斩果实。啊！斩斩果实可以学到三个技能，一招是斩人，一招是掌握斩，一招是螺旋斩。
所以吃了这个果实的话，这个什么水果忍者吗？是水果忍者吗？切西瓜，差不多了，花样切西瓜，好理解，超好理解。那个点个右键就吃下去了，然后子明这个时候你最好小心，不要下到海里面去，不然你只用半砖上来、嗯，因为你会一直沉到水底。所以你、就吃了这个变成吃禁果了是吧？就不能下水了。对，因为这是那个吃人恶魔果实的能力嘛，就是这样子的，是变成不能下水了。然后你身上应该会多出三个奇怪的道具吧？那我们选鱼人干什么？反正要吃恶魔果实的啊。喝一桶牛奶的话，就可以消除掉恶魔果实能力了。哦，好不容易吃到的，怎么可以消除？可以啊，我跟糖果都吃过一次，然后消除过一次，所以子明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他的那个新能力了，去找个怪打一打什么的，看看他的能力。那个要施展能力就是要那个手上要抓着那个奇怪的物品，然后点个右键，有些是点右键，有些是要打到他们身上去的，看看有没有效果。有些可能会没有效果。子明看到了，看到了，然后沙子被他就快跑快跑，他如果在闪，他在闪烁的时候，他在闪烁的时候呢，就代表他那个正在那个冷却时间 cool down 当中。闪烁结束之后，就代表他冷却时间结束了，这样。所以你可以继续施展。哇！的、欸，大成子，没有，我刚点一下右键这样。我跟你多大仇？子明太狠了！啊，我被打了！哇！我的内心是崩溃。从我旁边经过又不小心被我打死了，我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你们不要欺负橙子。我刚才看到一个像勺子一样的东西，我点了一下右键，然后就发出能力了，就发出什么是一年吗？好了，这个勺子会。现在为了要跟橙子赔罪，也给他一个等级二的箱子，然后给他一把钥匙。好啊，可是我的武器没有嘞。啊！武器在我身上，我丢给你。好的，那我姐姐可以就好了。为什么要一人丢我一个？然后右键开箱子吗？哦，我需要一个钥匙。钥匙刚刚被吸走了吗？被谁吸走了？啊，没关系，我再丢一个，我再丢一个。来。他表示不。哎，我的钥匙怎么没有丢出去的？真没有丢出去啊！丢出去！不要吓我！丢出去。啊！我要开潘多拉的盒子了。是的，请开。然后呢？这个是什么？我怎么都丢出来了？好像脑哦。为什么吸不到？因为看不懂。都哭，又查一下。毒毒果实，哇，这个是毒毒果实。对呀、啊。掉线了，我这里。好，毒毒果实，这个很恐怖的东西啊！这是你可以向我们全体人报仇的东西到了。然后幸好我掉线了。啊，掉线了，能进来吗？逃过一劫，能进来吗？所以要怎么样？啊，我再拿到了一个什么？拿到了一个九头蛇 Hydra 是什么 ？Hydra 毒龙，那个毒龙，你千万不要，应该是喷出一个毒还是什么的吧？那卡卡有试过这个能力哦，最好可以卡卡解释一下哦，有什么东西出来吗？太可怕了，这个招数太可怕了。那第二个呢？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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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都看不懂啊。CHLORO 那个吗？对，哦，那个是毒气弹，那个会直接爆出一个毒气出来的。我的天，右键就可以爆毒气弹吗？远一点。好像是的，没错。他还一直看着我，感觉他很想受伤害的样子。然而我偏不。哦，橙子，来橙子，我来帮你试验吧。哦，毒气弹出来了。拿一只蜘蛛试验。哇，毒气弹一滩毒，这个好恶心，一滩毒出来了。那个毒的话，就是并没有什么用，好吗？碰到的话会中毒的，碰到会中毒的。他有在掉血，但是感觉好像用处并不是太大，对不对？然后你可以试最后一招，你可以试最后一招、嗯、啊！看到我的，最后看到你的毒果实的能力发挥了，你可以使用最后一个。最后那个招是什么？你可以使用一下，你点右键不会，目前不会有人受到伤害啊。好的，然后呢？然后哦，这是什么鬼？我自己受到伤害，不要靠近他，会中毒啊！什么鬼？你可以看你自己现在什么样子，你可以看你自己现在什么样子。我跟你讲，我的画面变成了这种上个世纪的画面，但是是黑白的。我自己受到伤害好吗？
NF 五 ，NF 五就是现在回来，刚才是那个像怪兽一样的，对，现在是那个是那个毒之巨兵啊、哦，你自己会变成一个毒的巨人，毒的巨人，哦，这招慎用，这招要慎用，不行要把它藏起来。而且这边的东西呢，全部都会变成毒的。就我走过的地方就会有毒是吗？对啊，然后毒是可以挖下来的，还可以再放出来。那我自己再走一遍，好像并不会被伤害到、欸。你不会中毒吗？那我们呢？对啊、我们中毒了，我们中毒了，不会。我们中毒了，中毒了，真糟糕！不是我的错，中毒好多秒的啊，这个。喝牛奶、啊。没有牛奶，哇，好难挖哦！嗯、我有挖的，稿子挖，稿子挖会比较好一点。啊，我的那个没事，我没事了，我没事了，毒都挖掉了，我的毒已经没事了。请把我的晚睡前的牛奶还我。你的牛奶吗？晚安奶。我看我还有多少等级二的箱子，还有一个，哎呀，好开心，两个，我还有两个等级二的箱子，哎，再来继续开喽，继续开喽，只能开自己的。卡卡他是已经有那个沙沙果实了吗？是倒没关系。你要沙沙果实还是你要开箱子啊？你不能说话吗？请问？嗯？啊，给我。他被毒哑了。我要，我毒哑。毒哑了。我毒傻了。你本来就傻。然后他现在，因为他现在身上有一个果实能力了，所以他再吃一个的话就会死亡。哦。死。所以他现在的话可能。要如果说他开起来的果实能力是他想要的话，那就那就先让他喝一个牛奶，喝牛奶就行了，牛奶。嗯，机智的我刚才瞬间忘记了自己不能下水这一规定。我和子民的一样啊，你跟子民一样好大，我刚才一样吗？好大，哎，正好帮我另外两个试一下，我那个勺子一样的就是瞬间秒人的，瞬间秒人另外两个是什么？瞬间秒人把橙子秒掉那个吗？对对对，我就是受伤害的那个。你干什么？不要来看着我！你好烦，你走开。他想要施展他的能力吗？完了，没有吧？他还没吃吧？你吃了吗？哎、欸，我吃了，你吃掉了。了你对我用不是吧？哦，他这边按 shift 可以看能力的，按 shift 可以看，可以看能力的，没错。对，嗯。但是这个描述太粗糙了呀。对，描述的是有点粗糙。哎呦哎呦，哇塞，你那个打过来我半条血都没啊。就少那个。而且我的半条血是一二三四，应该差不多少了三条半吧。三条半的血都没了。哇。那个倒立越高，倒立越高的话血会越多、哦。所以橙子跟子民现在倒立应该都是零吧。倒立的话是按下 F 键的那一个最上面那个，我现在倒立也是零欸，为什么？被重置了刚刚，欸，我的倒立被重置了耶。哦，又回来又回来了。欸，我卡了吗？对。好好，没事没事了没事了，现在没事了。我在这里讲话好像常常会卡。嗯，歪歪嘛。对啊，没办法，我在这里讲话常常会卡。没办法。嗯，那你们应该还有最后一个能力啊，子明。对啊，到底是什么能力啊？三个能力啊，还有一个是好像是抵抗性啊，抗性提升。哦、有一招是那个 Spider， 是那个增加防御力的，增加自己防御力的。嗯，对，就是增加抗性的那个。对啊，抗性提升嘛。对啊。那我们要怎么回去啊？回去哪里？都吃过恶魔火果实了，就不能上传了。火锅，对对TP 上去，TP 上去就行了，TP 上去。而且我在上面，我在上面。而且我自己也还没吃恶魔果实啊，还有糖果也还没开吧？恶魔果实我不吃，你不想吃啊？不，你要吃我先把果实清掉了，然后我还要把那个奇怪的东西先放回来才行的啦。什么？就是那个毒的那个东西啊。哦、你放出来的东西啊，怪我了，我是被骗的。好了，那现在的话，要不要去接一些任务？好了，我们的任务现在应该会有点不一样了，我们应该要接一点任务了。怎么接？欸、我跟陈子明落跑了，子明落跑了。子明，因为我不能 TP 上来，我只能驾船上来，坐小船上来。子明，这么围观一下，子明。
子明驾着围观一下糖果，糖果的那个小船，我的小飞鱼哦。可是子明，你这个船你一下来的话，哦，对哦，也可以哦，你看看能不能上来，看看子明的开船技术如何。哦，但是不能连在一起的说，子明你要撞了啊！他撞了，这个船撞了倒是没什么关系啦。那个，子明停到这边来。我们等一下要再回到那个沙漠上面去哦，那边有可以接任务的地方。好吧，所以还得再回去。那出去。那我下去，我下去过去。我们到沙滩沙地上吧，那就都可以那个 TP 过来我们就行了。你们修一条路嘛，真是的。可是船随时会再开走的。然后然后子明很哀伤的，好不容易停好了，然后我就准备上来潜入水底。他就沉下水里了。子明沉下水里了吗？快把 TP 上来。可以 TP 他 TP 了。哦哦，没带人，子明 TP 上来了，在这里。人出鬼没，龙卷天日。然而子明碰到水就沉到水里去了。好了，我们去找那个接任务的地方，我们之前放的那个电话虫还在这边吧。嗯，还在吗？我跟陈子是赏金猎人，然后我跟子明就是海军。卡卡是什么？蜜兔海军。哦，也是海军啊。 哦，都有换掉了。卡卡你变海盗吧，再确认一下。真的不打你。对，现在是海军，所以现在可以确认一下我们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了。让你们四个来打我吗？对。去接一下橙子，开始对这个，只要对这个瓜牛点一下右键，就可以看到自己的任务了。哎，我完成了。有没有比较不一样的呢？我需要选择一个 faction 是什么？在海，我们海军这边的话，有一个要杀十个海盗的嘛，是第一个任务。那我们看第二个任务，这个是要杀死一个那个骷髅船长。骷髅船长。所以我跟子明还有卡卡应该都要去杀那个骷髅船长。如果接了任务的话，他应该会爆出来吧？还是他是那个啊？哎，我们这个好像也是啊。接了？不是吧？他为什么跟我说 "You first need to choose a faction" 是什么东西啊？你还没选阵营呢。他说你还没选阵营。你那个选了嘛？你没选吧？对啊。啊！为什么不让我选？我一定要选。可能没选好。我又选了啊！如果说任务的话，我们组队一个人做就可以了，还是全部要接一下的，全部要做掉？全部的人都要做，都要自己做，自己做自己的。那或者都做海军的吧。我们要打那个骷髅船长的话是谁啊？这不知道，这是哎呦！谁点出来了？这谁接了这个？谁接了这个任务？阿龙的任务？这个是谁接的？阿龙的任务。我在接各种任务。所以这个任务会怎么样？来你打死他之后再回来，再回来这边交一下任务就对了。那是打死阿龙的哦，就是在第一个的右边那一个，第一个的右边那一个接了之后，这个 finish 之后还要按下那个取消，你还要按下取消才是真的完成。嗯，哦，六，还可以再接一次哎。对啊，然后他就再爆一次出来。嗯，所以但是我并没有完成，好像。这是谁又接了一次？谁叫的？谁叫的？子明吗？对，我接的我。我跟你讲，你要别人用那个技能，我就会瞎掉。为什么你要变身？橙子瞎到变身了吗？对啊，我用那个技能，然后我自己就瞎了。你明叔单挑这个头上顶，你现在走过的地方全部都有毒哎！刚刚你走过这个好像是个厨子啊。他头上顶着好像大肥肉啊！对啊，一抬头是竹子。短短，这件技能太危险了，把它藏回去，不能用它。头发端端端，我现在那个我和橙子都做那个海军的吧，下一次再做那个啥的，赏金猎人的是吗？那我们就选回海军。那大家一起先选海军的喽。哦，我要选两次，确定我选中意，自如。那先做哪一个呢？第一个杀十个海盗大概就没什么好杀的吧，就是去海上杀十个海盗。为什么怎么又炸了？为什么又来？又是谁？天空一声巨响，然后这个厨子表示不服，他又来了，他又来了，他又来了，他又不服。戳他一下！哦，这是什么技能？就是我们那个鱼人，我们鱼人，他头上好像是果冻啊，在上面点来点去的。不管是什么，反正他死了。对啊。
厨子的内心是崩溃的，他觉得死亡。这个是怎么回事？不知道，这是哪一个第一行？这是第二列第一个任务，对不对？第二列的第一个任务，那个厨子啊，是哪一个？哦，不知道，不知道，你们刚厨子好像第一列第一列的哪一个吧？哦，又炸又炸，到底是谁叫的？哎，来了个女，这是 Mr. 会炸到虚空啊？不会被炸到虚空了，不会被炸到虚空的。Mr. 真的是 Mr. 一 ，Mr. 一，你们可以打他，然后多获点赏金。你们可以那个有倒立，对啊，你们看一下那个 F 键的话，可以看到自己有那个赏金的。我们现在是海军，所以不会有赏金。我们现在是海军，没有赏金。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有的钱啊，贝里啊。那我的赏金还会回来吗？不知道哎，如果选回去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回来。最贵的，我要选回去看一下。总之，我们现在所以我们接这个任务到底意义何在？就是有赚钱。我的赏金还在，就是赚钱，这就是赚钱。哦，好的。还有增加自己的倒立，你可以看自己的倒立现在是多少了。Doliki 那个 Doliki 第一个40。还蛮高的，我们都是1200多的。对，为什么我只有3？差评，可能没有。对，你可能没有好好的达到吧。我看任务点 finish 那边，它不是会显示进度吗？然后它都是零，金色的。那应该是没有达到。我刚刚怎么完成了那个杀死那个船长的任务呀？我都还没有。看，现在是做哪一个呀？对啊，好了。对呀、啊，好像大家都没有说，就一直在点奇奇怪怪的爆出来，都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怪我们了。所以现在大家都海军嘛。那个什么库洛的。库洛那一个吗？我刚刚接了个库洛、哦，但不知道库洛是谁。对啊，就是不知道库洛是谁，那可能要去那个海上找那个海军船啊，海贼船才对，海上找海贼船。风风可以做他的小旋风啊。对啊。小旋风是什么鬼？就是他后面那张小船，那大家就接那个第一个的第一个的第二个吧，就这样子，可以这么说，第一个的第二个，第一个点进去之后再点第二个 Captain Kuro 那个，船长那个 Ola， 好 Ola， 可是那个叫 Kuro 的到底是谁啊？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不是他就也是海军船上，就是有点像那个 LV 海盗船吧？我们现在是海军，那应该是去打海盗船。因为在海上会有海盗船 海上会有海盗船，我们就是要去那边的。到底是谁呀、啊？不知道、欸，是不是那个头上像戴厨师帽的那个？那现在就有个问题来了，子民然后橙子都吃了恶魔果实，不能够下海怎么办？在上面看类似空岛一样垫过去。我可以先到船上，然后垫一个泥土站，然后船启动之后再垫。啊，对对对对对，我们在水里面就行。可以的。所以先到那个这么高级的吗？对，先到那个因为他糖果国一号这边组装之后，你们会掉下去。哦，子明来哦，风风驾驶了，我要上去了。哎呀，我在头等舱，我在头等舱，我也上去了。没有，我在船底啊，我在船底。你到船底去。你看能不能点到船？哎呀，哎呀，哎呀！也到船底、哦、上来了。哦，橙子也到船底了。橙子呢？等一下，都上船。现在你点那个船，对，你点船就好。你点对船，船在头顶上，船在你的头顶上。点不到，我这太下面了。太深是吗？那我上来这边，你来 TP 我吧，你 TP 我吧，到这边来就可以点得到。好的，好的，好的。我和明叔在 VIP 头等席。对，点一下，对啊，直接点船点右键就行了。好的。然后我点一下，先飞到船底去。上来了。我跟橙子超高能电梯，我跟橙子在那个第二层的船舱里面啊。我们要出海啊！对啊，现在要出在船上，对，都在船上，可以出海啊！要不要走？不要紧，走吧。